头先一听见我吓，唔系哇，哇我即刻愕咗然啦，我都唔知啊，我系而家先知道啦。无线电视今日公布，属下节目发展分部一个见习男编辑初步确诊，正喺医院留医接受治疗。曾经同过一个男编辑接触嘅十名同事，琴晚已经收到卫生署通知，被列为密切接触者。而薛家燕今日现身电视城，出席贺年节目送鼠形牛开运王拜神仪式嘅时候，从记者口中得知，无线电视城入面有员工确诊新冠肺炎，令到佢大感愕然。咁好彩咧，佢哋系话系。寫字樓那邊的嚇，我哋就冇上到去嘅，咁所以我想公司都會很緊張啦。但求大家咧能夠健康。我冇收到，係咪你哋傳媒未出通告啊？我哋都睇新聞講。哦，咁你嗱，你哋嘅新聞快啲出啦，我哋就知噶啦。哦，即係唯有靠媒體話俾你知。係啊，係唯有咁咯。係啊。